啊哈！地方地方，差事难当，一毛不到，两腿遭殃。在下苏州城沿江两岸地方的便是，只因狄娘娘打乘龙舟打此经过，命我在此应差。我说江沿两岸的兄弟们听着，狄娘娘打此路过，你们可得给我小心的伺候着哟。说着这龙船它就来了。想必是娇儿就要将圣公我们
搀扶娘娘舱内歇息。娘娘产下肉卵，不不，产生肉卵，这乃是国之不幸，快将娘娘搀将出来。有请娘娘，看我来。此乃是一个肉卵啊，怎么说？先飞行来，先飞行来。生肉卵也不能怪罪于你，待我将它抛之江中。千岁不可，千岁不可，千岁。白驾回宫，白驾回宫啊。Thank you.
妻打鱼在河下，打鱼摸虾度生涯。坐着吧，坐着吧。老汉王老好，王门刘氏。我们老两口子一辈子是个绝户，这没儿没女的，依靠打鱼为生。哎，我说老婆子，老头子，看这天儿也不早了，咱石头石头打鱼去吧。石头石头打鱼去。哎，石头石头打鱼去。嘿，打鱼去喽。哎，嘿，你倒是带上点儿啊。哎，知道嘞。打鱼去喽。哎，老婆子等会儿啊。哎，老头子快点啊。哎，老头子快扶着我点儿。哎，老婆子慢点慢点慢。老婆子站稳了，我可开船了，开船喽！风起大雨在河下，每日船头渡生涯，来到江边把网撒。我说老婆子，过来帮帮我，这个渔网怎么越来越沉了？哎，来来来，来，你快，打上一个肉疙瘩。哎，老婆子，你看，原来是个肉球啊！哎呦，是呀，老头子，这怎么是肉球啊？咱得想法给它划开，看看里边是什么东西呀。哎呦，这拿什么东西呢？哎，老头子，啊，我那篮子里有一破碗，你等着，哎，等着快点，我给你拿去啊。快点，老头子，老头子，嘿，哎哎哎，划起来。老婆子，你看，嘿，嘿，原来是一个大胖小子呢。哎呦，可不是吗？老头子是大胖小子呀。我说你这是往哪儿拍呢？哎呦，我是说这孩子呀。老婆子，这可是老天爷赐给咱们一个儿子的。哎呦，可不是吗？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可得给他冻着啊。快，给他围起点来，围起点来。哎。老婆子，你说咱给这小宝贝儿取个什么名字啊？哎，老头子，啊，这好好想想，这得起个好名啊。是啊，咱给他取个什么名？嘿，老婆子，咱这个小宝贝儿是用碗茬儿给划开的，咱就叫他划划。哎，这名字好啊。对，咱就叫他王华。哎，老婆子，今天咱这个鱼也别打了，石头石头带上孩子回家吧。哎，石头石头快回家吧。哎，石头石头回家喽。来，老头子。哎，慢着点慢着点啊。老婆子，把孩子抱稳了，我可开船了啊，开船喽。哎呦，回家喽。
十年寒窗苦难熬，脱去阑珊还自怕。干落十二，春宵少年，男儿立志，一马当先。老夫杨继凤，是我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名唤秀英，这且不言。多年寒窗，功名未就，今当大庇之春，使我有一前去可靠，不免请楚夫人商议而坐。家园有，请你夫人小姐吃汤。遵命，有请夫人小姐来了。夫人来了，夫人请坐。老爷请坐。媳妇儿，女儿见过弟弟。我儿少礼。女儿谢弟弟。老爷将我母女唤出堂来，有何话讲？今当大庇之春，是我有意前去可靠，特与夫人商议而坐。今当大庇之年，老爷前去赶考，理当前往，不知何时动身。我想梦我想奔城。家园拜酒与你老爷见行。
去。光阴似箭，飞似箭，转眼一过16年。我说老婆子，咱坐着吧。哎，坐着吧。老汉王老好，一转眼呐，16年就这么过去了。自从那回打鱼得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么多年他是一声爹一声妈都没有叫过。哎，我说老婆子，老头子，咱今天把他叫出来，非得让他喊咱一声爹一声娘，你说好是不好啊？把他叫出来。对，把他叫出来。华华华，我换八成肉吃饭来喽。哎，华儿啊，啊，来来来来，这边来，干嘛呀？我说华儿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啊，都十好几岁了，16了。你说这么多年，你是一声爹一声妈都没叫过呀？是啊，今天呢，叫声爹叫声妈，也叫我们老两口高兴高兴啊。是啊，你也让我们高兴一回呀、啊。您说的倒是在理儿啊，可是我听人家说了，啊，他们都说我生来命硬，克父母。不让我随便喊，说我一叫容易把您叫死。哎，没事，你叫一声，我即便是死了，嘿，我也是愿意的。就是死了都乐意了。能叫吗？哎，你叫吧。嗯，真行啊！哎，真行，叫吧。那您可站好了啊！哎哎哎，嗯，还是别叫。怎么的了？你倒是叫一回，让我每一回成不成啊？叫一声，让你爹高兴高兴啊！是啊，那我小点声啊。您站好了。哎哎哎，爹，哎，没事儿，快快接着叫啊，爹，哎，我的爹呀！叫人泪双倾。哎呀，老头子，我说别叫别叫，你们不信，你看叫死了不是？华儿啊，你看你爹他呀，啊，你看你爹他呀，那是没那福分呐。啊，你呀叫声娘啊，你娘比他命硬啊。你这别闹了，咱们这都叫死一个了。没事儿，没事儿的，你娘命硬，你爹是没那福分呐。真叫啊！快叫吧，快叫吧！您是想开了，这是。来，快叫吧，叫娘高兴高兴啊！那您站好了。哎，快叫吧，娘。
哎，哎，娘，哎，我的妈呀！我也太灵点了吧！啊，这我呢？爹娘丧了命，怎不叫人泪飘？这天下的事儿难说得很，挺好的日子喊了两声就给喊死了，我哪知道叫爹娘一声还能灭门呢？可是你说这怎么办呢？这我一个小孩家里出这么大的事儿，对，我让街坊帮个忙吧。我们街坊有一个三大爷，人可好了，我把三大爷请出来跟他商量商量。我说三大爷，不能吧？对，我们还有二叔呢。二叔哎，我这个嘴开了光了。对，街坊还有个五叔，我跟他商量商量。我说，别喊，别喊，你千万别喊，看见没有？这满台的亲戚，可都让你给叫死了。是，我呀、啊、还想多活两年的。哎，是，你谁们？您看我们家，该死的也都死了，不该死的也都死了，剩下我一个人，以后这日子我可怎么过呀？哎，王华瑞。你们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哎，咱们这么办，嗯，哎，怎么办呢？可也没主意了。我想了半天，我给你准备个家伙碗啊。哎，你呀、啊、拿着这个碗要饭去得了。我就要了饭了啊。你要饭去吧，孩子。那家里的事儿呢？哎，这家里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我给你料理料理。哎，那孩子，嗯，要饭去吧啊、哎！那我就谢谢五。哎，别打，别谢谢您了。哎，别谢谢您，受累吧啊！哎，受累吧。哎，孩子，哎，慢慢走吧啊！哎，有时间我回来瞧您了啊！哎，得了。哎，这都哪的事儿？好么样的，我就要了饭了。哎，要饭去喽！小王皇命不好，二老伤心负了阴曹，从今往后无依靠，只得拿起这套饭票，东庄替我把菜炒，西庄替我把粥熬，万般处在不计可奈，常斋讨饭走一遭啊。要了饭喽！
去赶考，母女挂心上。恭喜夫人，活喜夫人，喜从何来？我家老爷得中回来了，里面有请。遵命，有我请。不知德中何等前程？德中也家头名，怎么头名状元？正是，待我谢天谢地。当谢天地。夫人，老爷，大人前来贺喜，你母女回避了。是。家园有，有请众位大人。是，有我请。摆酒。大人，大人，朕。啊！大人兄，请大人请酒。啊，年兄，我是卢遂，得中叶家头名，真是可喜可贺，可算是有名不由人呐、像我杨继峰。年寒窗，我是六岁方才得中。如此说来，乃是有人不由命。哦、no， 分明是有命不由人呐、啊！有人不由命，好一个有人不由命！啊，搞错了，放松。年兄，你我在此饮酒，杨大人的家眷在门外偷听，看将起来呀、啊，杨大人的家教不严喽、在饮酒之时，女儿门外听音，大人向我而去，这便是何时啊？哦哦，是啊，不免将女儿唤进厅堂，问那一民伯家园，请你小姐吃汤。是，有请小姐。女儿见过爹爹。不孝。啊，爹爹为何置气呀？儿啊，
来为父与大人饮酒之事，门外听音着何人？正是你儿。我儿听着何来？你儿，我想爹爹。想为父我什么？我想爹爹有命不由人呐。哎，想为父我十六岁方才得中，难道不是有人不由命吗？爹爹此言差矣。我儿怎样言讲？一儿之见乃是有命不由人。有人不由命。有命不由人。大胆的奴才，进得厅堂，竟敢顶撞老夫，一道有命不由人，难道你说将你这千金贵体配于花郎，你也随他前去不成？哼！Ah!
官前去，不免选一画廊看他怎样驾院。去至长家之上，选一画廊日佛朕那是女儿不听为父唤，定将此袍还南山。水的蛟龙沙滩被困，我好比虎离山摔落在地崖沉，我好比有灯儿啊有杆好几，我好比风筝断的线来无处存身呐、啊！哎呀！寒被人累，长解高奔啊！老爷命我大街之上寻一花廊乞丐，眼前就是，待我问来。我来问你，你可是花廊乞丐么？嘿，好眼神，一眼就瞧出来我是个要饭的了。不错呀，我就是花廊乞丐呀。你不说相声，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少来这套。是要饭的，怎么了？我来问你啊，天之上物可曾用饭呢？你瞧，
有饭吃，谁还出来奔呢？啊，这便好了，随我去知府中，有你的饭吃也便是了。怎么着？天下真有这好心眼的人吗？正是。那好极了，上你们家吃饭去。随我来，我跟着你走。嘿，有地儿吃饭去喽！哟，哎呦嚯！哎嘿，走走，吃饭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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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园卖花郎不见转回乡，说相声多简单呢，刚才差点崴脚。启禀老爷，屈指长街花郎已然找到，唤他日府。是，花郎快来。这家太有钱了啊，来喽。哟，这是？见过我家老爷。哦，老爷您倒好啊。这一画廊我来问你家住哪里，姓什么名谁？我就是苏州本地人士，我叫王华。哦，王华。是啊。不知去了千卷无忧。您会聊天不会啊？此话怎讲？这连饭辙都没有，跟谁结婚呢？那也得要媳妇儿不是吗？啊，王华，下边用饭，还你再来。家园哟，带他前去。是，还你小姐吃他。遵命，有请小姐随我来。真管饭啊！哎，走嘞。儿啊，人活世上有命啊，还是有人啊？自然是有命不由人啦、啊、此话不假。家园还王华前来。是，华郎快来。来喽。嘿，这回可吃饱了，可我这饭量也不成，这刚十斤饼就饱了。老爷，我吃饱了，谢谢您的饭。王华，哎，是你来看，此乃我家小女，乃是千金贵体、嗯、将她下嫁于你，意下如何？天下还有这个好事儿？您别开玩笑了。您家的姑娘乃是千金贵体，我是花郎乞丐，这也不般配呀。哎，老夫讲话定不虚谎。玉儿，此乃花郎王华，日今就将我儿配于他人，你二人速速离封，去吧。这可不成。啊
哎呦，你们家太乱，我跑了吧我。哎，曹皇，如此说来，逆儿拜别了。曹皇，逆儿慢走。母亲，儿我不孝了。逆儿。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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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追我。哎，曹爽，慢走慢走。哎，我说你这个人缺心眼是吧？哎呦，这大街上一个姑娘追个小子满处跑，他好看的是怎么着啊？那不行，我跟着你。我跟着谁呀？哎呦我的个天哪，我就没见过你爸爸这样的人，天下还有这个事儿，把自己的姑娘许配一个花郎乞丐，这日子咱们可过不了啊。那不行，我爹爹呀把我许配给你了，我呀就跟定你了。哎，这撒手，你让人瞧见。那个我跟你这么说啊，你在你们家住的是高楼大厦，你瞧见我了吗？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我就住这么一个小寒窑，天长日久的你待不了。那我不闲呢。你瞧，那你进来先看看。好，进吧进吧。留神低头啊。哎呦，你看，哎呦，是直说。哎呦，磕脑袋了吧？扎死我了。哎呦，你瞧，低头低头低头、啊、来慢着点吧，慢着走。哎，哎呀，哎呦，哎，瞧瞧，哎呦、嗯、哎呦，怎么这么冷啊？那怎么办呢？没有钱买柴火呀。哦，那就冻着点吧。啊，就冻着点吧。对，冻着点精神。哎，你倒是活明白了哈。还有一样啊，在你们家吃的是山珍海味，我这儿连顿正经饭都没有，你活不下去。没事儿，我不闲。呀，要这么说你是铁了心了要跟我呢？我呀是死了心了跟定你了。哎，你瞧，嘿，天下的便宜事儿可都让我摊上了啊。嗯，那人家娶媳妇儿又放炮又坐轿子，咱们可什么都没有啊。那咱们自己来呀。来来什么呀？哎，你看就这么多土，来堆点儿。堆土啊？啊，堆点土啊，插香啊、哦、拿它当香炉使。对呀、啊、当香炉啊。可是咱没有香啊。哎，外面找点树枝啊。哦，树枝倒有。来来来来来。哎，对，就趁树枝插上。哎，这行了吗？对呀、啊、可是也没有鞭炮啊。嗯，那咱们自个、哎、自己来啊。对呀、啊、拿嘴学呀、啊、对呀、啊、我再问你一遍，你是认准了吗？我认准了。行嘞，好吧好吧好吧，这就开始了。嗯，噼里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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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拜天地哟，噼里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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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拜高堂，叮当，夫妻对拜，噼啦啪啦噼啦叮当，睡觉去喽。
爱国心中意，终日奉于心计，上至下皆知。只开杨继凤归，万大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新科状元杨继凤，才华出众，学识渊源，经礼部复议，着任户部为官，执意独霸，望朝谢恩呐！万万大岁！恭喜杨大人，贺喜杨大人，与公公同喜，公公一路劳乏，尔日堂待也。慢着，咱家皇命在身，不便久留，就此告别。这次奉哪所免？我说孩子们呐，崔巨客。上任，朕大人，十年寒窗铁银穿，脱去紫袍列朝办。你还别说，俩人过日子就比一个人过得强。一眨眼，这可都一年了，我媳妇儿都怀了孕了，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说可能这两天呢就要生了，也不知生男孩还是女孩，什么都不让她干，家务活全是我一个人来。哎呦，这两天啊给我累得够瞧的，还有好多衣服得洗呢。对，赶紧干活，省着媳妇不高兴。洗衣服去喽。我的桃花
的那个豆腐汤，到如今怀家儿十个也长，想必是小家你瞧，哎呦，哦哦哦，行了行了，哎，差不多了，哎，王华，孩子不哭，这大舅老吹受得了吗？王华，干嘛呀？抱孩子吗？还有一个呢。嘿，你瞧，嘿，俩大胖小子。嘿，真好，嗯。王华，不要了，搀我来呀！哎呦，吓我一跳哦！猜怎么着？两个大胖小子！哎呦，是生了双胞胎呀！来，来来，快来快来，我瞧瞧，啥的啥的！哎呦嚯！哎呦，俩啊！哎呦，别掉地去！哎哎，王华，哎，你说我给你生了一对大胖小子，嗯，你得给我买点东西。哦，买点什么呢？嗯，买点鸡蛋。鸡蛋。买点小米儿，小米儿，再买点红糖。对，这都是坐月子用的。嗯、行嘞，你别出来了，省得着凉。我去买去了。嗯、好，嘿，我当了爹喽！
南方失落亲生子，道教本欲挂在心。本与南清宫八贤王赵德芳，自从那年在南方失落柔乱，本听人言此乃是一子，我有幸到在苏州去寻子，便了内事。奴婢在，吩咐下去。今日本女出宫私访，可曾记下？遵旨。敬意伺候。遵旨。两相退下呀，乔装开扮江南寻子便了。你瞧瞧嘛，五年的功夫俩儿子都长大了。可不是吗？今天天可不错，咱们上河边打小鱼去好吗？好。哎，来，你们仨跟着爸爸走。往后站啊，鞋别湿了。看你爹打小鱼。走喽。哎，嘿，哎呦，瞧瞧瞧瞧瞧瞧，哎呦，今儿可好了，哎呦，什么都有，鲤鱼、带鱼、皮皮虾，哎呀，咱们这一网可抄着了，连海水带淡水全都有了哈。行嘞，今儿咱们可发了财了。嗯，待会儿这样吧，你弄孩子先回去，嗯，我上集市上买点东西吧。哦，好啊，嗯，那你就买点油盐酱醋，顺便。再买点香油。哎，油盐酱醋我知道啊，这个香油是什么呀？香油啊，就是买点便宜的东西。哦，我记住了，香油就是便宜的东西。对，越便宜越好。好嘞，越便宜越好，你放心吧。哎，你们回去吧啊。好嘞，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买香油去喽。当差不自在，风里也得去，雨里我不来。哎，
您怎么不来呢？啊，那应该怎么说呀？应当是于理也得来哦，那咱于理也得来。对，来，来，我叫臧世杰，邱成立的便是。我在衙内当差，必须的。我说哥们儿啊，今天咱衙里头没事儿，闲着咱也是闲着，就是，不如咱到街上找找便宜，找找乐儿，你看成不成啊？这主意可不错，不错。那咱们走着，走着，走着。我叫臧世杰，我叫邱成立，闲着没事咱找便宜，找便宜，找便宜，找找便宜。走着，走着。为父私访下江南，正行走来抬头看，那边来了两个差官，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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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抬头看，见一老者站面前呐。哟，有一老头，哎，老头，呵，还写着字儿呢，写着字呢，瞅瞅。哟呵，明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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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什么了？不认字儿，不认字儿，捣什么乱？不认字儿还不行啊？我瞧瞧，不许文马虎。老头啊，卖相应的。卖相应啊。哎呦，这还有个牌儿。看看吧。我瞅瞅。老夫出京门，步步往南巡，皆因无有子，自卖自己身。若问价多少，身价十两银。怎么着？买者为子，卖者为父。这不有病吗？我说兄弟，嗯，你瞧瞧怎么了？他卖他自个儿给人当爸爸去。嚯，这不有病吗？这我想起来了啊，你是不是想买呀？是是是，我看呢，你倒想买。不是我，我家里有一个哎呀箱底儿，箱底儿，你这行得了。你拿咱们呢，拿他找找乐啊，找找乐也没事儿。哎，没事，行行行，老头啊。我说你在这儿卖啊，一辈子你也卖不出去。就是啊，不如啊，你去那边，嘿，那边人多呀。哦，那边人多。什么？那边人多。哎，对了，好好好，慢点啊，慢点您，别回头啊。哎，哎呀，二位将我卖回家去吧。哎呀，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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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二位尊姓大名？我叫臧世杰，我叫邱成立。哦，告辞告辞。哎哎，慢走，回见您呐啊，回见。哎，这要能卖出去，哎呀，且住，走了半晌，腹内饥饿，这便如何是好？很饿了。哦，有一酒楼，酒保哪里快来？啊哈！好酒三杯醉，开坛十里香。老爷子，吃点什么呢？上等酒席桌，里边请您。我这边订好了，上等酒席桌。哎，他进去了，进去吃去了。得，咱们呢，跟一块儿进去吧。您慢用，尝尝，走走。好，进去。哎呦，这饭馆可不小。哟呵，老爷子，老爷子，哦，原来是有缘呐，有缘，有缘，咱一块儿。桑丘二位，哎，咱们一块儿喝会儿吧，喝会儿吧，坐下。哎，
来，我给您给满上，满上，上老爷子，这您的。好，来，咱们喝一个，喝一个。买香油，这上哪儿买去呢？油盐酱醋好买，香油哪儿有？跑了半天，肚子都饿了。哎，有个饭馆，吃口东西，待会儿再说。伙计，哎，在这儿呢。怎么着您呢？嘿，这伙计跟我那死鬼二叔一样长得。一会儿还我呢啊，这个肚子饿了，您吃点东西，你给我弄点吃的，多预备点，我还得带家去呢。没问题啊，里边请您，我就等着了啊。好嘞，快点啊。哎呀，哪儿有香蝇啊？嗯，听听，香蝇、哎、外边可有想买香蝇，你买香蝇，你去看了，我看看啊，看看看看，香蝇哪儿有啊？哎呦，这不是王华吗？哎，头在这儿呢，给您道喜呀、啊！哎，怎么着？你这又娶媳妇又生孩子的，这不都是喜吗？改天咱们喝酒啊，喝酒啊！哎，干什么来了？嗨，我媳妇让我出来买香蝇，哦，转了半天也没有，没买着，没有啊。哎，今儿你巧了，我这儿就有一个。便宜吗？便宜。那您受累给我问问。我给您问，等着啊。哎哎，嘿，你瞧这儿有。我说老爷子，外边有一卖香蝇的。哦，怎么有人想买、哎？有人想买。你去问他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这个就不用问了，我就知道。他呢，家住王家铺。要提起他这个名字来，还有个典故呢。这想当年，王华的爹娘在河边打小鱼儿，打上一个肉疙瘩来，用这碗茬划开一看呐，里边就是个小孩儿。哎，碗华，碗华，所以他叫王华。怎么王华？哎，是啊，如今他的爹娘都死了，刚娶一媳妇儿，生俩孩子。哦哦，好。我就卖于他了，卖给他了。嗯，叫他写个字据啊，这得写个字据。是啊，啊，我去说。我说王华啊，哎，人家说了，卖给你了，卖给我、啊，卖给你了。那不过你得写个字据，我还得写个字据，写个字据。我不会写字儿，不会写字儿。哎，这么着啊，咱让老头写完了，咱再说。那行，哎，行，您受累了啊、哎，还是好人多。我说老爷子。九马娃，笔墨伺候，哎，笔墨伺候。老爷子，您写一个，你写吧。啊，我写。好，那我写完了，我就是保人的。那是自然。我写。喜开文芳啊。老爷子，写完了，您瞅瞅。好好好，待我看来。老夫出京门，苦苦来难寻。北方亲生子，自卖自己身。买者为儿子，卖者为天孙。返回当官辩论。齐了啊，齐了，拿了去吧。这字儿不赖吧？嗯，不错呀。王华，哎，怎么着头？写好了。哟，这我也不认识。你不认字儿 啊？我也别念了。哎，摁个手印得了，就成了是吧？成。嘿，给您添麻烦了啊！哎、银子给我呀、啊哎。哦，给您这钱。哎呀，哎呀，哎呀，这我去了啊。哎哎哎，老爷子，这是文书，这是银子。您都拿着啊！啊、哦，秦派啊，这十两纹银我就不要了，送与你们买些香茶喝吧。这好事，好，这好得。老爷子，我看这不错，这送我了啊！好好好，别，兄弟啊，你拿人这干什么呀？这我可有用，有啥用啊？你想啊，明儿我要卖我自个儿，是不是你好买呀？找我便宜！哎哎哎，头儿，哎，你们别走，我那香蝇呢？你在这等着，
待会儿里边有人喊你王华，你一进去就得了。哎，便宜吗？啊、便宜、哦，便宜死你了。好嘞，好嘞，得了，回见。谢谢两位啊，拜拜。有人叫我就是我的相应，王华，还真灵。王华哪里？叫我呢？哎，哎。是你叫我吗？嗯，是啊。哦，你就是王华吗？哎，老爷子，这个我是王华啊。我问您点事儿，我刚才花了十两银子，打算买个相应，您瞧见了吗？你来看，相应在这里。十两银子买这么一个东西，那个我还得问问你啊。咱们可别玩笑，我要是真买了你，回家干嘛用啊？哎，当爹。捡了个媳妇儿，买了个爸爸，天下的便宜事儿可都让我一个人占了。王华，哎，您别说了，我刚才没看货，咱们这事儿拉倒。要是反悔呀，当官辩论，怎么你要反悔不成？不，别，我从来没上过衙门，我可怕见官了。可是我这回家跟我媳妇怎么说呀？让买个便宜的，买个爸爸回去。哎，从小啊我就命硬，我一叫爹就死。你要当我的爹啊？是啊。嘿嘿，那我叫你，你敢答应吗？我敢呢。你想好了吧？想好了，叫吧。我可叫死好几个。叫吧。你站好了。叫。哎呀，你这身子骨够瞧的。嘿，瞧着，往这儿躺啊。爹。哎。头一声都没事了。哎，哎呦，我的爹呀！王华，哎呀，这个好大的回声啊！哎呦，王华，我认头了。天色不早，我们回家去吧。咱们回家呀？嗯，是啊。好吧，那咱们就回家吧。咱纪念上来。我没听明白什么您呢？咱纪念上来。纪念呐？是啊。纪念就是那车呀。哎，是啊。哎呦，老爷子，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咱们家穷，没有纪念。您要是不愿意步行，您就骑我这五爪金龙。哦。如此王华在产妇在烂人了，小王华笑哈哈，吃了我是买了个爸爸，身背老夫回家转，见了我妻细诉根呀啊，
走了走了走了，大无聊无影。哎呀，没多成啊！哦，行了，嗯，到了无影，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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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开门！哎，别着急，别着急啊！前边就是咱们家哦，一个破瓦寒窑，我跟家里人说一声，好吧？儿子啊，龙敦伺候。什么？您呢？龙敦。龙敦啊？嗯，在哪儿蹲着都行。龙敦是乃是座位，找个座位，为父好坐下呀。哎呀，找个座就坐，还龙敦？你等会儿啊，我这有一小台儿啊。哎，我好大的力气呀、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着坐着坐着。您歇一小会儿，我这就出来啊。见了媳妇儿怎么说呀？这事闹的。哎，媳妇儿。王华回来了，回来了，买了相应了，买了，在哪儿呢？哎呦，我可买着便宜东西了，拿出来，我瞧瞧呀。拿不出来，是一整个的。啊？那个我跟你说，你别着急啊。啊，你说吧。那个今儿去了整合适，啊，卖相应的清库底儿，我就给包了圆了。完事我就买回来，他是一个老头儿。老头儿？买老头儿干什么呀？对呀，买老头儿干什么呀？是不是？这个老头儿他不是外人。是谁呀？他是我爹。是你爸爸？对呀，那个他是这么回事儿。哎，对了，当初咱们家不是穷吗？嗯，我就把我爸爸给搁了当铺去了。这两天手头富裕，我就给赎回来了。哦，那咱们看看去吧。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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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儿，顺着我的手纹瞧，那就是。请进吧。嘿，你不怪我呀？我不怪你，真是个好媳妇儿。你等着，老爷子，到家了，您进屋吧。搀我来。来来来，进门低头啊，一定得低头啊，低头。哎，来走。哎，你看，我白说啊。哎，您瞧瞧，磕着了没有啊？方式不方式啊？不方式啊。来来来来，儿子、啊，哦，快将龙帘卷起呀、啊！我要听得懂，我是那个。老爷子，再蹲会儿吧，再蹲会儿吧。要不这会儿都进屋喝水去了，你看了吗？
这他说龙帘卷起是什么意思？龙帘你不懂啊？不懂啊？那朝中所用才叫龙帘呐。那咱们家哪儿偷那个去啊？是啊，这怎么办呢？哎，咱们找找吧。啊，哎，找什么东西替一下？对呀，代替一下。咱们哎，啊，来，就拿这个破渔网当。这渔网啊？嗯，渔网行吗？就拿这凑合了是吧？对呀、啊。哎，这倒是个办法。哎嘿，老爷子。快来吧，都给您预备齐了。啊、儿子、哎，这是什么？哎，您不说要个龙帘吗？这就是咱家的龙帘。啊，这不好骗。生气了？那就想个辙跟他说说呗。啊，公爹，这里面有个讲究呢。什么讲究？这叫渔网变化呀。好个鱼龙变化如此繁华，搀扶来都来进屋喽。儿子，这是何人？嗨，这您都不认识啊？这不是旁人，这是您儿媳妇儿。哦，儿媳见过公爹。罢了罢了，我来问你，你叫何名？我叫杨秀英。哦，是哪里的人士？苏州人士。你父？我父杨继凤。杨继凤。儿啊，哦，家中还有何人？哎，家中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您的孙子。哦，将他们快快还将出来。哎，儿子，快来哟。来，快来叫爷爷。爷爷。哎，你们两个叫什么？我叫柱。我叫梁。梁柱。哎，不是化蝶的那俩哈。哎啊，儿啊，这个名字不好。那怎么办呢？为父与他们改个名字吧。哦，改什么名呢？这个叫金梁，这个叫玉柱。哎，老爷子，这可不能瞎说。怎么？金梁玉柱那是皇上家的孩子才能叫，咱们可叫不得。有他们叫的，就有我们叫的呀。嘿，老头好大的口气。好吧，打今儿起就叫金梁玉柱了。嗯，就叫金梁玉柱。嗯，好极了。儿子，哦，天色不早，快与为父开膳呐。嘿，这句我听懂了。还是热。哎，你干嘛呢？老头说开膳就是热了。开膳你都不懂啊？啊，什么意思啊？开膳呀，就是他要吃饭。哎呀，这老头一嘴的黑话。宫里都这么说。要了命啊。哎呀，您这是要吃饭呢？是啊。那您打算吃点什么呢？为父往日用的呀，是御膳，是龙肝凤存，要吃一看而眼观三，吃完之后吧。怎么样啊？我还得来点人参汤漱漱口啊。龙肝凤存，吃一看二眼观三，吃完了人参汤漱口，你得多大的火呀这是啊。哎呦，老爷子，您非得这么吃啊？是啊。那行吧，那我们先准备准备好吗？好啊啊，孙儿随我来。你们爷仨后边歇会儿去啊。那个，我跟你这么说，媳妇儿，你也别怪我，在当铺啊吃的太好了。这可怎么办呢？咱们家也没有钱呢。没钱就该养活也得养活呀，那得孝顺呢。哎，你这样吧，看我头上有什么，那你就摘吧。哎，有一个簪子倒是还行。嗯，那摘下来。哎，行嘞。拿它换了钱。好吧，好吧，好吧，你照应着点啊。买点好吃的啊。哎，我给老头卖饭去啊，我还得把这个龙墩给他挪边上去啊。够。
走。奉了老爷命，长街买孩童，在下杨虎，听我奉了老爷夫人之命，去至长街买一万童，许我杨家后代相延。看天色不早，我不免长街走啊走。收得了亲生子，倒叫本女喜在心。公爹，啊儿媳，天到这般时候，还不与为夫开扇呐？哎呀，公爹呀，家中是无柴无米，分文无有，倒叫媳妇我两难了。等我儿回来再做商议吧。这可怎么弄呢？十天前卖了一根簪子，到现在钱也花完了，老头吃的也太讲究了。这也怨我，买的时候也没问好不好味。可是爹进了门也不能再推出去，哎，想想办法吧。啊，儿子，啊，老爷子回来了，回来了，快与为父开扇呐！你还会点别的不会？哎，这么大岁数，除了吃饭就是吃饭，你一点追求都没有。那个，那爹也得养活呀，是不是啊，媳妇儿？嗯。这可怎么办呢？没事，那个您吃的东西都肺火，一会儿就得了。您先歇会儿，先躺会儿。快与为父开扇呐！哎，知道知道。脑袋冲下躺着啊！哎呀，把心火控上来，能坚持一会儿。王怀，这可怎么办呢？家中是无有银钱了。哎呀，媳妇儿，我打刚才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有句话在我的舌头尖上咕噜来咕噜去，我不敢跟你说。你说吧。哎，人生在世，孝养父母是应该的。现如今老爷子来在咱们家，不管多难咱们也得养活他。可家中无柴无米，事到如今要是再想花钱的话，只能把孩子卖了。我说王华呀，怎奈我一双儿女是我身上的骨肉，为妻时时难舍呀。去呀，孩子是你生的，难道说他就不是我的肉吗？你也别着急，日后有机会咱们还能见着了。我说儿子们快来呀。我说孩子们呢，跟你们说点事儿，别怨爹娘狠心，咱们家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爹带你们出去找户好人家，天色不早，你母子分别了吧。是不得不说。
受了罪的小娇儿，娘的那个亲骨
是好说亲生。来见这消息，行了，你也别哭了啊！家里但凡有辙，谁还出这个主意？日后机缘凑巧，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呢啊！你回去吧，啊，别哭了，快回去吧，啊！孩子们，来，可别怨爹妈没能耐。趁大人往空贫撒穷途泪，命不日人那一日花。好生的面熟，难不成是王华模？哎，有王华战长剑，珠泪双雕，点点的你别哭，用现在眉梢，都只为家孝，老夫一要心孝，这段王门好歹真妙。战场再止不住，泪如雨飘，又见王花泪如浇。我来问你，你不是王花吗？哎，这不是杨府的管家吗？你在此做甚呢？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长街卖子啊。巧得很呐、我家老爷命我来至长街卖一万桶，你看这不是巧得很吗？我老丈人让你买孩子来。正是。你瞧，这么些年也没见过你姥姥，也没见过你姥爷，这回算是熬出来了。你姥姥家比咱们家日子过得可好多了。行嘞，我这俩孩子就卖给你们了，拿钱来，来来来来来，两在此。哎，给我给我给我，随我来。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哪天爸爸瞧你们去啊？哎，得了得，没事，上姥姥家住两天去啊。你瞧，这哪说理去？这是啊。家园买万桶，不见转回城。夫人请。老爷请。启禀老爷，万桶买到，怎么万桶买到？正是。哎呀呀，
好俊俏的娃儿，你二人叫何名字？我叫金良，我叫玉柱。哦，金良玉柱，将你二人留在我府任为一子，可曾愿意呢？我们愿意。好好好，夫人，使你来看，好俊俏的娃儿。是啊，好一对俊俏的娃儿。夫人，老爷，带一他二人和我堂进邑。是，这就好了。随娘来。王华辞去未回还，想起娇儿泪不干。接头卖双子去住姥姥家。哎呀，儿啊，哎，回来了，回来了，快与为父开膳呐。这您绝对忘不了啊！哎，行嘞，饭都给您准备好了，快将两个小孙孙还来。干了，您等会儿啊，孩子们在外头玩呢啊。哎哎，家里这可要了命。是啊，孩子卖了，老头要孩子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哎，咱们这样，自教自应，哦，好吗？好，来来来来，金良哎。玉柱，哎，吃饭喽！我不吃，我不。啊，那再玩会儿吧。我再玩一会儿。行嘞。儿啊，哦，两个小孙孙到哪里去了？您没听见吗？在门口玩呢。哼，你们二人到底有何心事？对付燕江，如若不然，怎讨无罪？直到如今，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咱们家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万般无奈，长街之上，我把孩子给卖了。你打算讲？我把孩子给卖了。奴才，哎，听此言不由我心中起恼。再叫奴才听根了，儿啊，敢莫是耍小为父不成？天大的事哪敢开玩笑、啊、哎呀呀，你将他卖到哪里去了？哎，您别着急，我一说您就乐了。不是旁人家，乃是杨继凤的家。怎么，杨继凤的家中？对呀、啊。哦，这我倒放心了。哎，行，您放心就得了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您也别怪我们，您这一天到晚的挑费实在是太高了。哎、老爷子，您除了开膳就是开膳，您有没有过日子的方法？来一个呀。哎，这个儿啊，哦，为父这里有夜明珠一颗，你拿在街上活当活卖，一部家用。您想，您要早拿出来，咱何至于这样？
哎呦，我的天哪！快快前去，这是咱们家的东西啊！是啊，哎呦，太好了！辞别老父，当铺更奔。啊！嘿，当当着，等我儿他回来接济家贫，儿媳搀我来。家住山西，老山西，离山西还有七八千里，我这是山西吗？在下开当铺的老心便是，天儿不早了，下班做买卖。走啊！我叫臧世杰，秋城里的便是，只因皇宫内国宝失窃，老爷命我二人前来捉拿这盗宝之人。就是，我说哥们儿，哎，天可不早了，咱们当铺走走。当铺走走，走着。二位头好，你好啊，早等着您呢。我呢？掌柜的，今日可有当当之人呢？还没有呢。要是有当当之人，速速报与我二人知晓。啊，记下了。还晚了，小心你的脑袋。啊，记下了，您里边请。哎呀。不知谁又倒霉了，一言未尽，倒霉的来了，真亮！我们家还有这个宝贝呢。掌柜的，在这儿呢。嚯，还是你！你这一晚上比我还累。这不是我来当当来了？哦，你要当当啊？我家的夜明珠，我看看。此物不是常人家之物，这是皇宫内院之物。外边候着，哎，我等着啊。报给二位头知，有请二位头。走着。掌柜的，二位头，有人要当当。我看看。哎呦，这可是个宝贝呀、啊！可不是吗？你找找，我找找找。这哪是平常人家的东西呀、啊？掌柜的，谁当的当啊？王华。人在哪儿呢？在外面。我查查去。啊，这不王华吗？哎，是我呀，两位头。这东西你当的呀？我家传家宝啊。你爸爸给你的吧？那错不了。好，这哪是你爸爸给你的呀？这分明是皇宫内院丢弃的宝物。你呀，你跟我走吧。哎，咱别去，还不是，咱们得说说。好、啊。咱们商量商量这事啊。做官好，做官好，做官妙，做官头戴着乌纱帽，
玉祖增光要是坟地立着旗杆雕斗家里边贴着门缝高条出外做官好老爷我做这个人抬轿前头有帘儿后头有靠离地有这么二三尺高上堂来原告有钱把被告打用被告有钱我打原告若是两家都有钱呢、啊、我给他们端上一个两瓶酒若是两家都没钱死十大板下监牢我是绝不再问第二遭第二遭头戴乌纱管万民怀揣一颗银子心若是有人来告状有理没理钱上分下官钱如命蒙圣恩在这沿江当了一名七品的知县前几日皇家失窃了国宝命我捉拿盗宝之人我手下有两名得意的班头名唤桑十杰邱成令命他们二人前去捉拿盗宝之人天到这般时候怎么不见回来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衙役们怎么不回来呀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呀我说走着走着走着、啊看见老爷哎抓着了没有、啊、哎呦我可抓着这小子了有赃物没有嘿您看这儿嘿好大一颗珠子哎我瞧瞧哎这是好宝贝呀、啊、这不我都没这东西是啊把它带上来哎好嘞带小子儿、啊哎，当堂有刑给他撤喽！哎，这一小子儿，我来问你，这颗夜明珠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呀？哦，您问这夜明珠啊？是啊，这是我家传家之宝。胡说八道！你一个平常人家哪有这样的宝贝呀？甭说你了，就是我们家老爷子。那做了一辈子的贪官也没见过这宝贝真说实话哎甭说我们家老爷子了就老爷我上任以来也没见过这东西我也是一直在做贪官吧啊您这是家传的啊是不是啊那你这个东西出在平民的人家你这个可不是正道来的啊、哎、老爷吃饼来半斤什么来半斤你不让我吃饼吗人家不都得说什么吃饼什么那叫荣饼哦老爷用饼荣饼哦老爷荣饼啊说好听的吧东川绫罗下川沙黄蜂玉刺相中花呀哎呀山绿水年年在桃红柳绿一枝花夜明珠哎传家宝啊代代相传哎到了我的家呀哎嗨哎呀
了吧？啊，什么意思？就热闹热闹。我告诉你啊，你这叫扰乱公堂。哎，我没上过公堂啊。还有一个啊，你这个小子见了本老爷为何不跪呀？我哪知道公堂上还有这个礼节呀？没规矩，这孩子啊，过来上，我叫你来。你叫我呀？上去，行吗？是上坐着。那你呢？我跪着。哦，给老爷磕头。下跪何人？钱如命。见了我为何不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低头。瞧这模样就不像好人。来呀，来，拉下去，重打八十。哎，是的。走走。哎，这什么意思？走。你们还有事吗？没事了，下班。我跑了吧我。去当榜，不见转回衙。好，糊涂庙，糊涂神，糊涂县官，糊涂人。啊，儿子，我回来了。宝珠可曾当下？您甭提了，上去碰您糊涂县官，闹了一通，我就跑出来了，珠子留下了。王华呀，家中是无有银钱，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哎呀呀！那个老爷子，您还有别的辙没有啊？儿子啊，我来问你，你是胆大还是胆小啊？胆大怎么说？胆小怎么讲？若是胆小，为父就不讲了；若是胆大嘛，怎么样？京中有一刘文进，你倒在哪里要与要去文银千两？老头说的这可是要脑袋的话呀！刘文进人说那是兵部大司马，他怎么能欠咱的钱呢？是啊，他欠咱家的钱呢。那我能要去啊？嗯，可是空口无凭啊。为父与你写下书信一封，这成，启开文房。儿啊，凭此书信到在哪里？下书之时，叫他大门悬灯，二门皆彩虹沾铺地，鼓乐吹动，恭迎出府。我不去了。啊？怎么？咱们是老百姓，人家是兵部大司马，让人家大门悬灯，二门皆彩，鼓乐吹动，还得迎接我。您这不是要账，这是把我送到鬼门关去了呀？哎。他见了为父的书信呐、啊，是定然供应于你。您说的这可是真的？是啊。行嘞，那您在家里等我好消息，快快媳妇照顾着啊。哎，我呀进京喽。Thank you.
身在朝班下，心怀金钱的官。老夫兵部大司马刘文进，久有谋反之心，招兵买马，私藏心腹，预谋不轨。天虎才，辕门大开。遵命，辕门大开。好。临了苏州地，来此是东京。哦，好大的一个庙啊！人说这儿就是兵部司马衙门。我问问，有胳膊有腿的出来一个嘿。你是活人？可不活的呗，死了就臭了。我问问你，兵部司马衙门是这儿是吧？臣是。跟刘文进去说，寨主子来了，告诉他大门悬灯，二门接彩，鼓乐吹动，迎接于我。迎接早了还子罢了，容接晚了的话，叫他回家抱娃子去。等候了。我不走。启禀大人，外边有一人言道，要大人打悬门灯，二门接彩，红毡铺地，鼓乐吹动，迎接大人的寨主子到了。哎呀，陈忠，想这京城之内少千岁众多，不知哪家千岁到了天虹。在大门悬灯，二门接彩，鼓乐相迎。遵命，鼓乐相迎。还真灵啊嘿。下官刘文进，这厢有礼。刘文进。下官正是。你就是刘文进？嘿嘿，哦，是个小白脸啊。当了这么大的官儿，你可得懂得羞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该的钱不给，你还要脸不要脸啊？这话从何说起？嘿嘿嘿，这儿有一封信，拿起一瞧，你就明白了。拿来我看，给他瞧瞧。无悔呀，我当是何人到了？原来是八王之子，想老夫素与八王不睦，不如趁此机会将他斩了首。小梅灯，将这个娃娃押入难得监。哎，唐三，哎，给钱呐！哎，还这给钱，你们干嘛呀？你们这是？哎，两相推下，天侯这厢来。老夫平日待你如何？恩重如山。好，这个娃娃乃是八王之子，我命你也是三更去到南间，将他斩首，不得有误。只过你敢抗命不遵？遵命。正恶事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同当安天。扛下这身样，夜入南间，待王华
花堂层汴梁真的是忠心辐射的赤胆定华衣。伙计，快来！你来了，怎么着？出大事了？什么事儿啊？闻听人言，霸王爷江南私访，但请这王牌乃是霸王之子啊！是啊，这杨继凤杨大人已经派人去寒窑接驾了。哎呦，不行，王华是咱们的哥们儿，给他贺喜去，给他贺喜去。没有见面礼儿啊？这倒是个事儿。想。有了什么？嘿，就是他，有请老爷。二位班头叫我何事啊？老爷呀、给您道喜了。喜从何来？您呐，这官可做到头了。您什么意思？来，您这是要干嘛？过来。哎，你呀、没这么高。走。这少啊，平身天前的罪，杨大人可曾发兵前来与家几月一起备？女儿见过爹爹。我儿少礼。还问爹爹，是由人不由命啊？哎呀呀，还是由命不由人啊？事到如今，我儿休提此话。哎，参谋老爷子，这给您送的礼物，押粮下去。哎，得嘞，走吧，走。启禀前爷，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万岁爷驾崩。一字名叫万华，至今不知去向。哪有何难？老臣命人四处寻访，见我时如此甚好，百家回宫，百家回宫啊！
秋。有格儿有格儿，真有格儿。王华是个有福的人儿，今天做了金銮殿，不忘当年打小鱼儿。儿啊，这些国姓的话儿啊，从今后要改上一改。那怎么说呢？为父教导于你。太阳一出照朱砂，平顶冠上一线花。殿前狮子千百对，故事万民第一家。嗯，您还别说，您这一教啊，我就会了。太阳一出照朱砂，平顶冠上一线花。殿前狮子千百对，故事万民第一家。故王华，大宋天子德宗在位。哦，大宋天子德宗在右。今天咱们上金殿干什么呀？封官呐！哦，怎么封？都封谁呀？先封为父。好极了，我爸爸听封。万岁！我封你是我爹。太上皇。哦，封你太上皇。谢万岁。不客气。还封谁？封你母后。母后听风万岁。我封你太上皇。养老公院。哦，封你养老公院。谢万岁。好商量。还封谁呀？封你贤妻。哎，我媳妇儿听风我封你养老公院，朝阳正院。哦，朝阳正院。谢万岁。不客气。还封谁？两个孩儿。哎，儿子听风哎。万岁。我封你们朝阳正院。太子少保。哦，太子少保。谢万岁。好儿子。还封谁？封你岳父。岳父听风啊。万岁。我封你太子少保。掌朝太师。哦，掌朝太师。万万大岁。不客气。还封谁？封你岳母。好，岳母听风。封你掌朝太师，养老公院。来俩太师，单双号方便。谢万岁。哎呀，好商量。诰命夫人，咱们还封谁呀？封你田虎兄长。好，田虎听封。万岁。我封你诰命夫人。平西侯。哦，是个侯爷是吧？封你平西侯。谢万。不客气。还封谁？封你田虎嫂嫂。好，田的嫂子听封。万岁。他封的侯爷，他就不能是侯爷了。我封你猴奶奶。
我想话了啊，诰命夫人。哦，诰命夫人嫂子。是啊。不客气。还封谁？桑丘二位。桑丘二将听风。嘿，万岁。封你二人250匹混蛋大将军。哎，就这么着吧。啊，满朝文武具有封赠，光禄寺大排宴宴与众齐